年的传统艺术节呢，从1月28号到2月1号，也就是说大年初一到初五呢，我们台中市的四个文化中心通通不打烊啊，每个文化中心都有各自的特色，除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比较民俗节庆的摊位，也有创意的摊位。我们总共有找了38组啊，这个国内外优质的团队，也有安排了40场的演出啊，那有大家熟悉的，也有大家会觉得很新鲜的，所以呢，欢迎在过年期间，到我们台中市的四个文化中心来行村啊，来跟合家欢乐啊，度过一个愉快温馨的年。2017台中市传统艺术节艺动百家村开幕倒数计时，3、2、1，请启动。2017台中市传统艺术节艺动百家村。在1月28号大